师、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坐。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。二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明存，皈依佛陀，两足中尊，皈依大魔，地狱中尊，皈依僧伽，诸中中尊。二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，两足中尊，皈依大魔，地狱中尊，皈依僧伽，诸中中尊。二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，两足中尊，皈依大魔，地狱中尊，皈依僧伽，诸中中尊。请看《大经课注》第964页第一行看起。课题第三大段啊，总结，总结分三小段。第一段，祸福自当，请看经文：天地之间，无道分明，善恶报应，祸福相承，生自当知，无谁代之。经文讲得很清楚，我们看黄念老的注解啊，右段前面我们念的这一段，总结前面无痛无少，啊，心地这个经文，天地之间无道分明者，慧书说。天地则所依七界，总标三界。宇宙是我们生活的大环境，一切众生都免不了。啊，这总说三界是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。啊，无道，这是说能依的有情众生，善恶同居。啊，苦因苦乐因苦，人人常见，故人分明。这个无道是讲的天人、
修罗。如果说五道呢，啊，六道是这么说话的，五道就把修罗略了，省了。人间阿修罗归人类，天上阿修罗归天类。啊，十六道里面加个阿修罗，专指天道，其他道不算。啊，这个是佛经里头常常讲的。五道，能依的有情众生，有善有恶，善得乐的苦，恶呢得苦报，业因果报，丝毫不爽，人人常见，故曰分明。佛经上这些话，三千年前释迦牟尼佛说的，人人都听得懂，都能感受到。现在我们这一代人看了这个经文，听了这些话，没在意，反而加他两个字批评他迷信，那有什么办法呢？所以有五通五少啊，五通是现在的果报，五烧是来生，来生在哪里呢？在地狱。烧代表地狱，只要受到地狱，都会有一片火海。啊，所以佛经上常常用烧这个词来代表它。啊，六道轮回真有啊，不是没有啊，不迷信啊，就在眼前呢。啊，什么时候知道？诸位要细心观察送往生的时候，啊，念佛的道场有同修往生了，会有一些人助念，助念这些同修都能看到他修得好，修得不错，走的时候非常安详，没有痛苦。啊，有些人临走的时候头脑很清楚，看到佛了，看到莲花了，看到极乐世界了，会告诉家人，我看到了，我要走了，清清楚楚，寥寥分明。这个例子很多，不在少数啊。啊，我们如果不信，或者半信半疑，那就错了，不是经说错了，是我们自己有业障，障住自己的善根福德因缘，这一生修佛依然不能往生，真可惜啊。
今天有同学提了三个问题。第一个问题，修行人要如何解决生死问题？问得好啊。第二个问题，修行净土法门要如何加强和巩固信愿念佛？问得好。最后一个问题，具足信愿三十四条的标准是什么？今天这个经文里都说到，所以会疏里就说，善恶同居，五道里头善恶都说到了。修善积德，果报在三善道。如果是造无恶，无恶就是杀盗淫妄，无戒里头加个九，酒本身没有罪过，饮酒没罪过，但是酒醉了就会犯杀盗淫妄，所以世尊把它定作根本戒。告诉弟子们要谨慎，最好不要去碰它。人在清醒的时候还有一点智慧，能辨别善恶邪正是非，可是酒醉之后就没有这个能力。往往造作重罪，醒悟醒过来之后后悔莫及。这桩事情古今中外都有。所以古圣先贤诸佛菩萨都把它列入众戒来学习，决定不许犯。那么下面这两句话，故现前所得的祸福，皆是续因之报应。这两句话很重要，说到我们现前，我们这一天当中，六根所缘的境界，所感受的苦乐不是无缘无故，都是过去或者是前世所造的善恶业因，感得今天的果报。我们在这一生当中，在这一年当中，在这一天当中所受的是报，受报还要造因，所以
因果报应就相续不断了。因变成果，果又变成因，因果循环。这就造成六道轮回。在佛法里面就出现了十法界啊，十法界也是善恶报应，说明因必有果，如是业因，如是果报，丝毫不爽。过去生中造的业因，这一生当中忘掉了，啊，所以感觉到很冤枉。为什么许许多多不如意的事情都会现前？不知道业因。如果知道业因，就明白了，就没有怨恨了。知道业报还业报，应该如是。我们如何能有这种觉悟？同学们要拥有多读经啊，经。多一种一门深入，长时选修，只选一种。你要问我，我这一生26岁学佛，33岁出家，出家就教佛学院，就讲经，到现在今年58年，早年讲经都是应大家祈请，不是我自己做主，他们想是听什么经找我，我就讲，有大乘有小乘啊，经文有很长也有很短啊，像《般若心经》很短，260个字；《华严》《法华》很长。啊，哪一部经最重要？哪一部经能帮助我们解决生死问题？啊，我以66年。学佛58年讲经，我奉劝大家，这一本《无量寿经》最重要，它可以代表大乘8个宗、小乘2个宗，代表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讲经教学49年，所说的一切经教法门，我们如果选择它第一，啊，为什么？经文不算太长，它讲得很圆满，《华严》《法华》《楞严》都在其中。你读这一本等于全部读到了，难得，所以我们选择就选择这一部好，分量适中，非常适合于现代人，现代人工作繁忙没有时间啊，这个书这一本
念熟了，念一遍半个小时。啊，早课念一遍，晚课念一遍，这一个小时，方便呢，而且就近，法门无比殊胜。啊，无论是宗门、教下、显密、圆融，没有一法不在其中。一切法浓缩起来就是这部经，这部经展开来就是一切法，不仅仅是释迦牟尼佛所说的，确确实实设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生生世世所说的一切经教都在其中。那同学们要真修，要重视古大德的教诲。古大德的教诲就是戒律，叫什么？叫我们一门深入，尝试熏修。选定这一步了，一生不改变。你就这样学下去。决定的好处，好处是什么？你现前的生死问题解决了，往生到极乐世界就是了生死出三界啊，你再不会到六道里搞轮回了，也不会到诸佛刹土里面去搞十法界。设法界是六道，再加上声闻、缘觉、菩萨、佛，这叫设法界。啊，再不搞这些啊，那么六道设法界里面还有很多有缘的人呢，常常想念到他们，怎么帮助他们？离苦得乐，苦从哪里来的？从迷惑颠倒来的。乐从哪里来的？乐从觉悟来的。所以读经帮助你觉悟，帮助你离苦得乐，这个事情佛教导我们，我们自己要真干了，才能得到佛法的功德利益。如果我们自己不干，那就没法子了。啊，中国古人经验丰富啊，有德行，有智慧，有福报。这样的人要不听，我们听谁的？能够听古大德的，听佛菩萨的，听孔孟老庄的，都是有大善根、大福德的人。现在人跟古人不能比啊！啊，至少我们要有个概念。古人的心是定的，没有这么多的欲望，这个我们总会承认。古人的生活比现在单纯，社会没这么复杂啊，甚至于有人，这我亲眼见到过乡下人一生
没有经过尘世，啊，尘世也不过就是五六十里路吧，他就没去过。所以古书里所说的老死不相往来，古代的社会我们相信啊，现在交通便捷，交通发达，资讯发达，你想知道的不想知道的不出门，你在家里看电视看网络全都知道了。旅行不必像古时候穿着草鞋那么辛苦一步一步地走，现在交通工具代步的多了，飞机绕地球一周不过24个小时，古人做梦也想不到啊，带来的是利益还是祸害呢？都有，但是带来的灾难多，带来的欢乐少。细心观察得不偿失，我们要想一生快乐幸福，有没有方法？有，学古人就有。你看释迦牟尼佛快乐，孔夫子快乐，孔子还有个得意门生颜回，学生当中物质生活最苦的也是颜回，几乎三餐饭都吃不饱，但是颜回快乐，无论在什么地方，无论在什么时候，从来没有看过颜回不高兴，颜回有忧虑没看到，你都看到他非常快乐啊，所以古人读书想的就是想求快乐幸福，标准就是孔子颜回，叫孔颜之路，真路不是假路，假路是外面欢欢喜刺激你从外来，那是假的，真路是从内心，那个内心的喜悦是往外头流，像泉水一样永远不断，这是真路啊！孔颜得到了，佛菩萨得到了，阿罗汉得到了，为什么？佛菩萨阿罗汉烦恼断了，智慧开了，神通出现六种神通，得大自在啊，学佛最低的限度要快乐，
不快乐，学它干什么？啊，我接触佛教是无意的，从来没有想学佛，跟寺院、跟经典、出家人没往来过。啊，我是跟方老师、方东梅先生学哲学。他给我讲了一部哲学概论，最后一个单元是佛经哲学，我是这么认为的。老师告诉我，因为那时候我很惊讶，我们想学哲学怎么会学到佛教去了，脑子里面对佛教是迷信，佛教是多神教，多神教意味着它是低级宗教，它哪里会有哲学啊？老师告诉我，释迦牟尼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，我们从来没听说过啊！大乘佛法是全世界哲学的最高峰，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。这一句话我听懂了，人生最高的享受，那我要尝试尝试，我不能放弃。我是这样走进佛门来啊，跟迷信不相干，完全断绝。以后我跟张家大师三年，跟李老师十年，张家大师帮助我奠定学佛的基础啊，李老师那里十年完成经教的学习啊，所以我33岁出家，那个时候学了差不多30-40部经，一剃头白胜法师就找我到他办的三藏佛学院教书啊，所以剃头的第二天到佛学院上课啊，外面找我讲经我都愿意去语言不一样，把佛搞清楚了，佛教是什么？教育啊！张家大师教我读释迦方志、释迦谱，这两样东西在大藏经里面相当于佛陀的传记啊，释迦牟尼佛的传记。他说你要学佛，你要认识佛，你对他不认识，你就在那里学，很可能走岔路，学歪了。正法没得到，那就很可惜。教我先念这两本书，这两本书念了之后，我就想到佛不是宗教，释迦牟尼佛一生表演的是教育，
他19岁出家，就三参学，印度所有的宗教学派通通学过，学了12年，感觉怎么样呢？不能解决问题，就是同学问题，生死问题不能解决，所以放弃了。那一年释迦牟尼佛30岁啊，在毗婆罗树下修定入定啊，定中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。见性之后，他就开始教学，半班教学啊，他那个时代最初的人数不多，只有几十个人跟他。他没有道场，教学在哪里有？在树林树下，在湖边，风景好的地方，过的是游牧生活，日中一时，树下一宿，居无定所。叫什么？叫阿含。阿含是精明。内容是什么？伦理的教育，道德的教育，因果的教育，圣贤的教育。释迦牟尼佛开悟的时候，他所悟的那些道理讲给人听，佛教教学，这样教学12年，啊，扎根的教育完成了，向上提升，这提升就是方等。8年，好比是中学；前面12年，好比是小学。你看，小学提升到中学，中学8年，啊，再提升到般若，般若22年，等于大学。啊，学般若的成菩萨，中小学的阿罗汉，最后8年讲法华涅槃，等于是研究所，把般若菩萨提升到佛，最高的学位。所以佛陀、菩萨、阿罗汉是佛教3个学位的名称，人人都可以拿到。所以佛在经上常说，一切众生本来是佛。说得好，你为什么不能做佛呢？你的妄想杂念放不下，分别执着放不下，就变成凡夫啊。只要把起心动念妄想分别执着放下，你就成佛了。成佛的秘诀，我向张家大师请教过，我说方老师把佛法
介绍给我。我知道释迦牟尼佛非常了不起，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。今天量子力学科学家研究许多问题，大乘经上都说过，说的比他报告还详细还圆满，找不到毛病。所以我有理由相信，20年、30年之后，这些科学家承认的大乘佛法是世界上最高的量子力学。那么换一句话说，佛陀教育讲的不是神学，是高等科学、高等哲学。讲到最后，目标是叫你明心见性。84000法门，门门都是帮助你明心见性，所以法门平等，无有高下，都一样。虽然法门平等，个人根性不一样，跟自己根性不合的，学起来很困难。啊，跟自己根性相应的，学起来很容易。成功都一样，这2000年来，在中国出家在家，许许多大的大德，明心见性的大德，表演给我们看了，让我们看了这些人的成就，对佛法信心生起来了，不再怀疑了。啊，只要遵照古圣先贤的教诲，认真去做，都会有成就。啊，修行，修是修正，行是行为。修正错误的行为叫修行。啊，我们想错了，看错了，于是说错了，做错了。这个错误里头有善恶，善恶都是错。为什么？障碍你见性，障碍你成佛。你本来是佛，你有妄想分别之处，你变成凡夫。你能把妄想分别之处统统放下，你又回归自性，见性成佛。所以成佛不稀奇，成佛是应当的，你本来是佛嘛，成佛有什么了不起？应该成佛，不应该在六道里搞生死轮回，生死轮回很苦啊，很可怜啊，为什么干这个事情？事情我们所看的、所听的、六根所缘的外面境界全是假的，没有一样是真啊。这个假到最近这20年来被量子力学家
看破了。他们从上个世纪开头研究一桩事情，物质到底是什么？这个问题花了应该有80年的时间，找到了。啊，这些科学家告诉我，物质是假的，不是真的，根本就不存在。那不存在，我们看得见，我们听得出来，我们摸得着，怎么不存在呢？那是因为它的频率太高了，物质现象、幻象它存在的时间多长？我们要问他，不是几个小时、几个月、几年，不是的，那完全看错了，没看到真相。啊，真相它的生灭速度太快，我们没有感觉。真的没感觉啊！我们看电视，电视假的，我们知道，电视的画面我们看得很清楚。那我们要问，电视画面它的生命多长？从生到灭多长？这个科学家清楚，1/1秒，也就是说，一秒钟，他的画面换了100次，啊，这个我们知道，一秒钟100次，100个画面，没有2个画面是相同。永远找不到相同，没有相同，1/1秒。你得搞清楚啊，为什么你在肯放下？假的，我想要也要不到，我想拥有不可能，全是假的。啊，那现实这个现象，它的频率多高？不是1/1秒，啊，而是1秒钟，它生灭的次数是2240兆一秒钟。一秒钟它的生命是2240兆，不是万，不是亿兆。我们怎么会知道？我们的佩服量子力学家，他居然能找到。物质怎么来的？物质是念头在这么高频率之下产生的幻想，这是他的结论，跟佛经上说的一模一样。佛经上告诉我们，般若经上常说，说的很多，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，一切有为法，有为就是有生有灭。
哪一法没生灭，通通是生灭法。有生有灭的这些法，如梦幻泡影，如露亦如电，应作如是观。佛教我们对这个物质现象、二次元现象怎么看法？它是梦，梦境，梦不可得，了不可得。你把它放下，患得患失的念头没有了。啊，现代的那这个科学家，大家都几乎力量集中搞第二个问题，那就是念头。物质是念头变的，没有念头决定没有物质。啊，念头是什么？还没找到。啊，佛在经上说过，凡夫用头脑、用思维、用想象，就是用第六意识，可以能够圆道，就是佛家讲圆，就是你能够找到阿赖耶的三细想。啊，阿赖耶的三细想，第一个。是物质现象，第二个就是念头，心理现象，第三个就是自然现象。啊，这是宇宙的奥秘啊！啊，我们相信佛说的话，佛说用第六意识可以能发现，也能把它讲清楚、讲明白。不得受用。啊，学佛的人，他不用这些技术，没有科学仪器，他用禅定，用甚深的禅定，在定中看到。啊，看得很清楚，看得很明白，那个有受用，那就他得定，他开智慧，那是真正的明了。那么或许相似的明了，不是真明了，相似。这一段经文里头主要告诉我们，就是报应。有时必报啊。有感必应。所以佛教导我们，佛法无边的，妙不可言的。你想发财，你想升官，你想长寿，能不能做到？难。佛是门中有求必应，谁给你？自己呀，不是佛菩萨。佛菩萨把佛法教给你，你自己依这个方法去做，就能得到。
啊，我学佛跟张家大师，我倒没有求升官发财，我也没有求长寿，他老人家给我说过啊，说佛事门中有求必应这一句话，求财得财，求聪明智慧得聪明智慧，求健康长寿得健康长寿，有求必应。怎么求法呢？报求得是报应啊，啊，也叫感应啊。财师得财富，你布施哪来的？布施是因呢，果报就接出来了。发布施得聪明智慧，无为布施得健康长寿。你只要肯做，你一定得到。啊，财越施越多。我是自从老师教给我的，因为我命里头这三样都没有，财也没有，智慧也没有，福报寿命也没有，通通缺。所以老师教我要学财师、法师、无为师。我说我没有财，我拿什么布施？老师说，最重要的，你要有布施的念头，喜欢布施，有缘你就成熟。啊，舍给别人，我说没有钱，那个时候生活很困难，仅仅让自己能够生存，啊，老师问我一分钱有没有，我说可以，这个可以。一块钱有没有？也还行。你就从一毛一块开始，真的越学多。有时必报。有感必应啊！我在这一生当中学佛65年当中，完全得到了啊！喜欢布施，财布施、法布施、无为布施，遇到缘就感了。绝不落在人后啊！我学印光法师，印光法师四种同学对他的供养，他没有去改善他的生活，没有，一生没有到场，住别人地方。啊，我这一生也收拾供养呢，全部印经，印经是属于法布施，又是财布施
啊，你们以前不能印，印出来之后经文，人家读的时候都得好处，都得利益。啊，所以财法无为三种布施，一桩事情就做完了。啊，所以就在造孽。啊，也不过是五六年前。啊，我的布施通通用在印经，啊，印好书，啊，世界书局，商务印书馆，他们出版四库全书、群书会要。这个分量大了啊！会要跟全书合起来一套2000册，本子比这个本子厚啊，大小差不多，大小跟这个本子差不多，但是厚大概要加1倍到2倍，这一套2000册，分量很大啊！这个书没人印，为什么？一般人不会买，你家没有房子放。这一套书，这个房子四面墙上放满一套啊！当时出版的时候，这是在大概30-40年前出版的时候，一套美金差不多6万-6-7万的啊。我买了全书，买了112套啊，会要买了300多套买来干什么？这是中国的国宝，知道的人不多。大家都认为金银珠宝是珍贵啊，那个东西没用处啊，摆在那里好看呢、啊。真正有用处的是这两套书，这两套书决定不能失传，失传了人类的悲哀，那人家 好可怜。为什么？人类的智慧、人类的经验、人类的创造都在这书里头啊！所以我买了这么多啊，美金大概花了2000多万送给全世界大学图书馆、国家图书馆去收藏。这什么意思？怕世界有灾难，灾难全部毁灭了，我分在很多地方，总会有几套留给我们，这就不至于断绝，这我们放心了，这安心。啊，最近这几年看出来了，没人去读。如果没有人去读，那这些等于废纸，堆在那里没用。这就难了。那怎么办？
要培养一批年轻人，真正有志愿发大心，拯救中国五千年的文化，不能让它断绝掉。我把十方的供养用来帮助他们，给他们奖学金，给他们办学校，学习古汉语，学习文言文。我只希望能够有30到50个这样的人，就中国传统文化。他们学什么呢？就是学四库全书。四库，古时候唐太宗在世的时候做了一次精选，就是这些书籍里头选择关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这些材料，把它挑选出来编成一本书，叫群书之要。这书有什么作用呢？它能帮助你一生生活的欢喜快乐，能够帮助你的家庭美满，家和万事兴，能够帮助你事业成长，无论你干哪一个行业，帮助社会安定，帮助国家富强，帮助世界和平，你说这个是不是宝？真是宝啊！唐太宗的功劳真大，编成这本书，他是为他自己编的。他27岁做皇上，统领那么大的国家，那么多人口，用什么来统治？没有办法，所以就想出古圣先贤的教训。找这些几个大臣，花了5-6年的时间，选出这些东西。大唐盛世从这儿来的，真好，真用得上啊！他做出来给我们看，以后传到日本，日本千年盛世依靠着。非常可惜，日本人是400年前接受西方的科技文明，把中国放下了。日本早些年2000年前在中国留学的学生很多，所以日本没有自己的文化，完全是中国文化。你要到日本去看，特别是农村乡村去看，就等于回到古老的中国，非常可爱。我到日本喜欢住乡下。喜欢跟他们乡村农民聊天。城市，还有善意。善心善意，对于伦常道德古人的教训都能听得进去。真能帮助我们解决
生死大事，生死跟活在世间，这么好的教训怎么可以丢啊？在中国用了5000年没出事情啊，只是在满清末年受外国人欺负，是因为武器不如别人，除这一样之外，外国没有任何一样东西能比得上中国。这个话孙中山先生说的。中国人学外国只要学机器就行了，其他的不比，我们超过他们太多了。啊，所以这几年，去年在英国遇到这个缘分，1年3个月我们就谈妥了，签了合同，合办汉学院啊，培养5000年传统文化的继承人，我们做这个事情，这个事情我们遇到了，遇到不做最苦，那就是无间地狱，遇到就要全心全力做啊。所以遇到校长，遇到英国王子，我们同心协力，希望把这桩事情做成功，让中国传统文化现前，要普及到全世界，让全世界人都来学习中国文化啊，过中国幸福快乐美满的人生啊。中国人有过这个辉煌的记录，经得起历史的考验，是个伟大的民族，和平的民族啊，真正是有爱心爱人爱无，有这些古圣先贤的教训，西方人特别是西方的汉学家对中国寄予很大的希望，因为人类现在的科技可以毁灭地球，在过去没有这个能力，大家放心，现在有这个能力，真的提心吊胆，如果核武战争一爆发，世界毁灭，人类在世界上消失，这多可怕啊！他们想，这不是我想的，如何来阻止第三次世界大战永远不会发生，想到这只有一个方法，把世界变成一个国家，就不会有国际战争了。那么谁来统一？欧洲汉学家异口同音，由中国人统一。说得好啊，我们中国人听得欢喜，
外国人听到不舒服。为什么？他不了解中国文化，了解中国文化就会点头，不了解的摇头。啊，所以普及文化比什么都重要。啊，那我们现在把唐太宗这个书找到了，翻译印的数量也很可观，不会是错了。这个大家急着要学，非常认真努力在学习。好事，啊，那么非常可惜的，唐太宗他编写这本书取材只到他前面一代，所以在中国历史上近代的隋唐宋元明清这个一千多年六个朝代，这些好的东西唐太宗的本子上没有啊。啊，那这个使命我们要把它完成，我们要从全书里头再去找，把这六朝关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些教训再收集起来，编一个续篇。正篇50卷，50万字，续篇也是50卷，50万字，将来合起来这100卷100万字是什么？是四库全书的精华之精华。你读这一部书等于把中国四库全书全读了，所以这个使命我们也要我们的老师同学承担起来啊！所以将来汉学院毕业了，第一届的毕业的人都是老师，学校聘请为汉学院教授啊，副教授讲师，往后我们希望生活在一起，学习在一起，工作在一起。工作是两个，一个是把这部书讲清楚，讲明白，讲透彻，让大家都能够在生活上落实，落实在生活，那你就过了佛菩萨的生活。孔颜之路啊，人生快乐。建大功，立大德，稀有难逢的缘分，我们遇到了啊，遇到了不知道珍惜，让他错过，那就太可惜了啊！大事因缘呢，再遇到了啊！三中布施，你看，财布施、法布施有了，努力在做啊！今天我们这办学、办汉学院是布施啊。三种布施具足在汉学院，所以汉学院将来会起很大的作用啊！不仅仅把5000年的文化救了，也把这个地球救了。
让世界上人都能够断我修善，都能够离苦得乐。你说这是多么好的一桩事情啊！这个好事谁来支持？谁来保护？老祖宗支持，所有宗教里头众神来保护。真正发这个心，任务没有完成，寿命延长。为什么？你不能走，你的事没做完，做完之后你才可以走。所以三种布施，三种果报，有感必应，有失必报，这八个字好啊。那么我们一生的遭遇都是因缘果报，我们这一生过得很好，是行善积德成就的；过得很辛苦，是造作不善所感的，这清清楚楚帮你解决问题。现在苦乐说明白了，将来的苦乐也说明白了。啊，会疏里都说得好，善恶是因，就因上说的，报应是果上说的，因有善恶，果感苦乐。行深影响，毫厘不差。真的不是假的。底下是夜莺国报，一佛如是，是这一句啊，接这一句啊，祸福相成，成是承受，集成，该蓄势也也，善恶夹杂，故后世受报。或是先乐后苦，或者是先苦后乐，所以叫苦乐相及，祸福相依，故曰祸福相成。后面是念老给我们做了个总结，做善得福，造恶得祸，皆是自作自受。故人身自当之，无谁代之，没有人能代替。啊，我们最近遇到两个同修造作的不善，堕地狱。啊，还算是有这么一点善根，附体来找我。其中有一位跟我还有亲属关系，
啊，造的什么业？十方大众捐的一些钱，我们现在这几年，我在香港银行设立一个基金会，用钱政府监督。啊，有人捐那些钱，大概不少，不是一个人。啊，就托我这个家人把钱转给我，他们就没有转，自己拿去花了。啊，钱虽然不多，但是在大陆也是一个数字，大概有150万人民币，多地狱来求我求助，我能助他不能呢？我的钱释放捐来的，我要帮助你，你的罪更重。这个道理要懂，不能做糊涂事。啊，结果我就想到，只有一个办法能救他。啊，真正善心人士，有这个财力，把这个钱捐出来，用我这个家人的名义去捐献。用他的名义，他可以能离开。哎，也真有这么一个人，自动发现来找我。我说太好了，这个钱捐走汉学院的基金，啊，英国汉学院基金，这是一个例子。啊，这桩事真是难办，所以释放钱。不能乱花，乱花有罪呀！啊，不知道因果做这个事情，做这个因果，我们就明白了。设方捐助干什么用，就要做什么用，用错了地方就有罪过。啊，如果用在个人自己物质享受，那罪就大了，那就很重了。那我们想想，在今天这个世界，造这样的罪业的人多啊，太多了。啊，这个堕地狱有这个缘出来报个信，让我们知道了。还有很多没有这个缘分，我们不知道的，不晓得有多少。啊，所以做善造恶，自作自受啊！啊，经里都说。身自当之，无有代者，没有人能代替。下面这一段，善恶分明，善人行善，从恶入恶，从明入明，明是智慧；恶人行恶，从苦入苦，从明入明。从苦是现在，明是未来，三途去了。
谁能知之啊？独佛知耳，只有佛知道。我们看念老的注解，从善人行善到从明入明，这六句综合会书及义集师的意思解释，这就是黄念老从两种古人的注解里头把它综合起来告诉我们。是曰，这就是黄念祖居士说的话，善人者，善因之人，来世生尊贵家。啊，他将来来生不是人生，不堕三恶道，身心端正，缘尽，缘是讲缘分，尽是讲境界和美，缘和尽美，身心是悦，这是乐。富有明达，要善好施，是为明。明是智慧，他有智慧，他能通达四谛，又喜欢布施，啊，要善，爱好善人、善事、善行，喜欢布施。这是明啊。若更多做善业，勤修福慧，乃得升天。就讲他的来世，如果他能多行善事，多做好事，勤修福慧，来生升天。啊，那么今天什么是善事？我告诉同学们，为往圣继绝学是善事。这一句话是对我们说的，不是对别人说的。满清末年、民国初年，读古书的人很多，在那个时候，就我的童年，我没赶上，差了五六年。啊，大我五六岁的都经历过，都学过，我是知道这个事情，年岁太小了，啊，还不够上学的资格。今天没有了，没有了，如果断绝了怎么办？断绝再也不能复兴，为什么？老师都走了。只有一种方法，无师自通。无师自通的人，亿万人当中难得有一个。那是什么人？佛菩萨再来的，不是凡人，凡人做不到。
啊，中国过去历代无师自通的人不少。啊，最著名的禅宗六祖慧能大师提出来，大家都知道，真的是无师自通。他到黄梅住了八个月，跟五祖只见五三次面，五祖什么也没教他。啊，第一次见面，到寺庙里面去拜老师见面了。啊，五祖问他从哪里来的？你想来干什么？他从南方来的，岭南、广东这一带很辛苦到长安。啊，来干什么？来做佛的。这个口气可了不起，大概五祖一生也没有遇到第二个人说我要来做佛。啊，问他不认识字，没念过书，干什么行业？看柴的。好吧，既然是看柴的，就分发到对方那一边舂米破柴，有一些人在那做这个工作。啊，那个时候道场一千多人，啊，可见的吃饭厨房很大，啊，粮食很充足，叫他舂米破柴。他在那里干了八个月，啊，第二次见面也就是最后这一天，这一天见了两次面，啊，第二次见面是下午，五祖巡了，把这个道场周围都仔细看一遍，叫巡了。啊，遇到，实际上他就是想慧能，找慧能，但是不能让人知道。啊，慧能自己也不知道，到对方看到祖师来了，祖师问他，米充熟了没有？他早就充熟了，还没晒。这个话他们两个人懂，别人不懂。啊，米充熟了没有？实际上问他，真见性了吗？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了。问这个，真见性了，真大彻大悟了，没有人印证，就是少个印证，没人给他做证明。这就是还欠晒，还没有晒，还差一道手速。五祖在对上敲了三下，啊，拿个拐杖敲了三下就走了。别人没人知道，这三下就告诉他，晚上三更到方丈室来找他。他三更真的去了，推门都没有关，一直进去。进去之后，五祖把袈裟围着他，外面人看不见，问他见性性什么样子，说给我听听。只说了二十个字，五句话了，何其自信，没有想到自信本自清净。我们讲心理的染污、精神的染污，都是阿赖耶、摩那。
不是自信啊，自信不会染污，自信是真心啊，真心不染污，清净，不生不灭。自信包罗万象啊，本自具足啊，无量智慧、无量德能、无量相好，都是本自具足，不是外头来的。所以《大乘经》上佛常说，心外无法，你要到心外去求法，错了。法在心内，不在心外。这都不是一般人能说得出来。啊，第四句是本无动摇，自性本定，从来没有动摇。后头一句能生万法，整个宇宙从哪来？自性变现。说了到这个地方，无祖就说，行了，不要再讲了，把衣钵就传给他，叫他赶快走，预先船准备好了，叫他自己驾个小船赶快走，就离开了。所以跟五祖黄梅八个月见过三次面，两天呢见过三次，无师自通。五祖传的就一个人，可是六祖所传的人就多了，好像是有40多个人在六祖麾下明心见性，得到六祖印证的40多个人，空前绝后，过去没有。六祖之后也没有，有两三个的，一两个的，两三个的，超过5个没有的，没超过5个。这些我们也知道，后面念老讲苦乐，我人造我业，种我因，得我苦，故生悲见之家，形容苦垢，饥寒交迫，悲恼身心，这是苦。这是我们看到贫穷的苦，乞丐讨饭的人家都是这样。这种环境常有，在农村乡下常常能看到。底下又说，夫愚昧无知，不信正法，
不行善事，这是明，明就是糊涂、愚痴，这个意思。啊，唐更多做恶业，实多恶道，那这就麻烦了，这就很可怕了。古人从苦入苦，从明入明，就是往下下降，他不能提升的，堕畜生，堕恶鬼，堕地狱，从苦入苦，从明入明，这种人非常可怜。啊，经里面接着说，如是六趣，生死因果，其理有甚？你要问，为什么会有这些事情？道理太深了。非九十六种外道所能知，那九十五种，这就包括佛陀在世，印度所有的宗教与学派，他都参学过，都很熟悉，他们不知道，佛知道。唯我世尊独知其源，故曰独佛知耳。啊，只有成佛的人知道。那我们刚才给诸位说过，六祖慧能大师成佛了，他知道，只有这种人能说。他们在快鬼说，别人不知道。啊，教下叫大开元节，一字一句里头有无量意，开悟的人见到，所以他说法。对人说法，一句经文讲法不一样啊。对深的人讲的深，对浅的人讲的浅，大家都欢喜，都能发喜充满。啊，这打开缘起，学佛终极的目的在此地。一定要搞清楚，搞明白。啊，我们学的一个最简单的方法，这同学问的，净土法门。啊，最简单的方法，海贤老和尚传下来的。你看这个老和尚，不认识字，没念过书。从小就在农田里面干活，所以他就是个农夫，对于种稻米蔬菜啊这些很内行啊，种粮食很内行，其他的他不知道。二十岁出家，师父只教他一句南无阿弥陀佛，嘱咐他一直念下去，又跟他讲，明白了，不能乱说，不能说，
他记住了，一生不拐弯，依教奉行，就念这句阿弥陀佛。师父幕后的一句话，大概他听记住了，他不懂什么意思。啊，明白了，开悟了。师父就知道将来他会开悟。他开悟的那个层次跟慧能大师一样，都是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。啊，慧能开悟了，海贤开悟，理业心不乱。啊，我的估计，他在什么时候？应该在40岁前后。开悟啊，他是功夫成片，事业心不乱，理业不心不乱，一个等级一个等级向上提升啊。那么他很早，只要功夫成片，阿弥陀佛会给你偷消息，或在定中，或在梦中，我告诉你，赞叹你啊，你的寿命还有多少年，到时候说我来接应你，你就放心了啊。有很多人听到阿弥陀佛这么说，就向佛求，我寿命不要了，我现在跟你说行不行？行，这样的人还不少。所以要知道，他不是念佛3年就往生，他3年到功夫成片，见到佛，向佛要求，我不要寿命，我就是跟你走，他就真走。啊，海贤老和尚这个法门，他老人家赞叹，回去吧。这上有他的照片，前头有没有的？哦，新版有，这是老版，没有印海鲜那块照片。我们对他老人家要深信不疑，是真的，决定不是假的。啊，我选择净土法门，把教丢掉了，那个教是入海送沙了。啊，花了差不多40年的时间。啊，最后年岁大了，不行了，没有把握，所以就专修念佛法门，专讲无量寿经，啊，专弘无量寿经，啊，走上转了，一门深入，长时熏修，啊，读书千遍，其义自见，啊，我相信古达的这两句话，啊，虽然我自己没办法完全做到，我希望年轻人能相信真干，他的成就一定在我之上，得好思用啊，后人超过前人，这个世界才有前途啊，后人不如前人就完了，应当要超越啊，大幅度的超越。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休息到此地。